孩子们放假了，他就在家里办起了家庭出院。孩子们喜欢到人家家庭住，也喜欢听他讲做人的道理。我给孩子们说，共产党人入党，学士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做一个好市民。 上学要当个好学生，上班当个好工人，不准向地方张口，有困难自己克服，就要做好事，善事不能做坏事，对人民要诚实。人民都说，当年刘学牺牲是为了国家和人民，如今雷仗可大了，帮助邻居解决他们的困难也是为党做事，为人民做事。时代变了。 但革命军人的理想和信念没有变。在2015年9月3号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上，有一条微博戳中了很多人。影响。平时人民兵还在几所学校担任。